夺书第三章。你要提醒人服从执政的官长，听从命令，准备行各种善事，不要辱骂，不要争吵，但要谦让，对众人表示极其温和。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昏愚的、悖逆的、迷途的，受各种贪欲和逸乐所奴役，在邪恶和嫉妒中度日，自己是可憎恶的，又彼此仇恨。但当我们的救主天主的良善和他对人的慈爱出现时，他救了我们，并不是由于我们本着义德所立的功劳，而是出于他的怜悯，借着圣神所施行的重生和更新的洗礼救了我们。这圣神是天主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的，好使我们因他的恩宠诚意，本着希望成为永生的承继人。这话是确实的，我愿意你坚持这些事，好使那些已信奉天主的人热心专务行善，这些都是美好而为人有益的事。至于那些愚昧的辩论、族谱、争执和关于法律的争论，你务要躲避，因为这些都是无益的空谈。对异端人，在谴责过一次两次以后，就该远离他。该知道，这样的人已背弃正道，犯罪作恶，自己给自己定了罪案。当我打发阿尔特玛或提西科到你那里以后，你赶快到尼科坡里来见我，因为我已决定在那里过冬。你打发法学士泽纳和阿波罗上路，要照顾周到，使他们什么也不缺少。我们的人也应当学着行善，为应付一切急需，免得成为不结果实的人。同我在一起的弟兄都问候你，请问候那些在信德内爱我们的弟兄，愿恩宠与你们众人同在。